大家好，这段时间有一种野生的茶叶，就是天然的茶叶长出来的，就是那个金银花。我今天去采摘一点，这两天下雨，可能会有点过了。看这个田边有好多的，确实有点过了，啊，有好多。我看能不能把这个小篮子装满。嗯，好香。好多啊，这个金银花用了稍微晒一下泡茶喝，有一些已经过了，这边有一些还没开花。今天的收获还可以啊，还有好多的，有一些已经过了，然后有一些还没有开。我们就先拿那么多回去吧。这个上面有一些灰尘，稍微冲一下好了。洗得太好的话，它的营养都洗掉了，就稍微冲一下。就这样晾干，挂到这里自然晾干就好了。把那些新鲜的直接泡茶。这个新鲜的有种清香，然后有一点甜，很好喝。好了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可以关注我们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